令我6月嗰阵时候上写一首系大合唱嘅歌，节奏感强啲，但系要简单，所以就会比较偏向古典嘅写法。我一听我成个人系即系热血奔腾。喺嗰啲情况下，有首歌做咗出嚟，令到人哋觉得喺最绝望嘅时候，喺好多嘅冷暴、好多嘅暴力嘅时候，大家都有一丝嘅希望。